钻石线上实在赚幸福，获利连发计划案今天持续的为各位来推出了。实际上面真的办得到的事情，我会邀请各位，尤其是在对的时间，财富会暴增，绝对来自于大跌的时候懂得来做买进，加码之后股价喷出。当大跌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确确实实的真的办到了？8230回补空单，全力做多。当高点来的时候，毫无保留，义无反顾，多单，请你获利调节。调节的是全市场第一名的获利，调节的是全市场最棒的获利。赶快放空，多空双龙爆。真的大跌了，很多股票真的已经跌了20几个、30几个百分点了。林俊、晨起、连结，不再赘述了。我一直跟各位讲的是啊，我不管节目当中这样来跟各位分享，白纸黑字也跟你做报告。还记得吗？凶神恶煞的股票，我想我也不再赘述了。等到股票真的大跌了，已经跌了20几个、30几个百分点了，很多人开始落井下石的时候，很多人开始在你伤口上面撒盐巴的时候，不要这个样子吧。有本事在高点的时候来守护到大家的幸福。跌到上个礼拜二，大盘连续出现3根黑 K 棒，这叫三压要空啊，这叫乌云罩顶啊，大盘要继续跌了。空单请你回补，请你积极做多，有高档的获利，自然而然的你会有低档买进。神奇的事发生了，大涨了，基亚、智威联袂狂飙，大家一起当皇帝，还记得吗？连皇上我们都敢把他干掉，做肥料。来，今天是5月19号，礼拜一，一个礼拜的一开始，智冠建策完全命中。今天来跟各位做预告的，想开双B先买。双 B 啊，先来一个小菜，3653的建策。我不晓得全市场现在会有多少的人提到3653的建策。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，上个礼拜五的时候，我跟各位预告什么？我要跟你讲的东西，是你全市场都听不到的东西啊，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告诉你的东西。不是建策的散热片很强，建策的散热片很棒，建策的散热片呱呱叫，不是、啊、我跟各位预告，在下个礼拜二的时候，上个礼拜五是这样讲，在下个礼拜二的时候，也就是这个礼拜二，我说这个礼拜会有很多的内资，各位你听清楚我的话，会有很多的内资会有大动作，而我不会跟各位含含糊糊、扭扭捏捏的，反而我直接了当的跟各位讲，我说该保留给会员的，我会保留给会员，能跟各位做分享的，我一定跟你做报告。请问我上个礼拜五是不是就跟各位预告3653的建策只有一档吧？我跟各位预告什么？我说礼拜二会有某一家的谁去建策，能够成为全市场第一名获利的人，我想往往是掌握第一手的资讯吧。礼拜二某个人
要去检测的时候，如果你掌握到了第一手的资讯，你会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。我希望建策今天持续大涨了，礼拜二也持续大涨，最好一直涨。但是我要跟你分享的是，有买有卖，真获利。六月份这么多世界级的展览当中，各位你要怎么去掌握当中的商机？我认为最重要的在于这个了，苹果的全球开发商大会。所以我跟各位讲，要开双 B 啊，先赚双 B， 这是今天节目的重点。我说这个礼拜内资会有大动作，能跟你讲的3653的建策，我相信你连看电视都大赚。该留给会员的，当然我会把它做到最好，我会让各位获利连发。看看这，我们就讲这个这一个礼拜以来的事情好了，不要讲过去的智威150个百分点，就讲这个礼拜发生的事。我跟各位预告的是2014会是手游的元年，智威、宇峻、玉泉之后，我跟你讲的是智冠还有华裔，看一下吧。我认为一档股票珍贵的地方是在于，当他表现弱势的时候，当他没朋友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人能够给他这样的温暖？是不是有人愿意在对的时间帮他伸张正义？我们做对的事情，我觉得这一点会比很多东西都来得重要。砍到建股，跟3176的基亚是不是一模一样？果然大涨。大涨了之后，我们做了什么动作？全国会员都知道了，因为我说智威的卖点，我不会在节目公布了。但是能跟各位预告的，能跟各位分享的，我一定讲。今天智威大涨，没什么，全国的会员都知道。全市场智威谁赚最多？从2月12号262块开始。这是全市场最迷人的获利，这才叫做真实的标股重压了。3086的华裔，3天2.9根的涨停，这边做了什么事情？你都知道了，跌下来的，再赚一趟，你都知道。2312的金宝，各位能，我觉得那些成交量3万张、4万张，甚至5万张的股票，我从来不怕各位赚的。看一下好吗？金宝，九天当皇帝，金宝，九天当皇帝。2312的金宝，各位你看好。上个礼拜我们获利出清的时候，我在节目有没有讲？有。今天金宝再创新高，成交量来到将近5万张，你连看电视都大赚。我卖掉了，因为我一直跟各位讲，有钱人在做股票啊，他越做钱会越多啊。那一般的凡人啊，就一般的投资朋友啦，他在做股票是越做股票越多了。我们把金宝获利出清之后，我请你买的是什么？5478的智冠。因为我答应给各位的是标股要一档接一档吧，不是这个好也买那个好也买，乱枪打鸟，绝对不是。上个礼拜五涨到了117块，请你先获利一半持股。今天的智冠再创新高，早盘在119块，我们市价获利出清，而不是看到哦，老师又创新高了，赶快追哦，又杀尾盘，这才是真真实实的获利啊！各位，你想一下，今天我跟你讲的股票，不是说哪一档股票我们又赚了，我们又赚了，我们获利又连发了，不是，
是你要清楚一个很完整的架构，到底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，我怎么为你架构你获利以及梦想的蓝图，是有步骤，是有方法的，而且还有顺序。不是今天看到他很强我们去买，错了，那你自己做就好了，看到什么股票快拉涨停你赶快去追就好了。做皇帝，刘邦朱元璋花了15年当了皇帝，现在你只需要9天，实际上面操作大概3天了。6233旺九大跌拉回买进，现买现赚，获利真简单。偷拉涨停，有没有带你买在底部？1、2、3，短短4天的时间，买进3天了，10个百分点。上个礼拜五跟你报告获利出清，今天的旺九我也不打了。3176的基亚，这个就是我要跟各位报告的。要开双 B 啊，请你先赚双 B， 这一台叫做宾士的 SLR McLaren 722 Roadster， 下半段节目跟你分享一下他的故事，还有这双 B 代表的是什么意涵，这个双 B 代表的又是什么意涵，下半段节目跟各位来做分享。进个广告。在生活中有许多的病菌透过飞沫和手传播，打喷嚏时用手帕掩口鼻，来不及可以衣袖代替，减少病菌散播。预防疾病传播，请注意咳嗽礼节，并保持手部清洁。新东区捷运造新都，大溪指经贸园区，南港下一站，站前300米，新东区捷运造镇，小资宜居最首选，绿海景观1-3房，新捷都震撼登场，新捷都。86421155，股市中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？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致富之门为谁而开？华冠投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。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，金钱不是凭空而降，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。华冠投顾冠领群雄，带领着真诚、专业、精进的团队，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。相信专业，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股市中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？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头痛，请用5分钟。欧派亲密窗，专利波纹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亲密窗，
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得用吹气听，先用气听五分钟。正确的逻辑与架构带给各位的会是巨大的财富，我一直深信这样子的话了。6月2号苹果的全球开发商开发者大会将要举办，当中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重点，我相信双 B 啊，对很多的男性朋友来讲是梦想，这个 B 可以是 BMW， 可以是宾士，可以是宾利，就连女孩子来讲我觉得也是了，有个 B 开头的嘛， Bottega Vita， 在那个 Bella Vita 一楼 BV 的专柜编织包，哦，那个一个也不便宜啊，大概没有到 Hermes 那么贵啊，但是一个也要十几万二十万，一个包包了，身为全国女性同胞的代表，当然我很希望各位都拥有一个。男孩子的梦想不管是宾士也好，不管是 BMW 也好，各位这一台啊，你看起来很酷炫，这一台叫做宾士的 SLR McLaren 722 Roadster， 因为它是敞篷的，它这个车门一打开是上掀式的，哦，海鸥式的这个座舱啊，我在礼拜六的时候我有坐过这一台，跑这个中山高，哇，非常快，600多匹马力吧。这个全台湾啊，加上不是 Roadster 的啦，全台湾大概五台啦，好，其中两台是水货，一台我记得是一个影视大亨啊，姓跟我一样啊，对，同姓的啦。另外一个是国泰的啊，国泰蔡家的。另外一台是那个穿阿玛尼西装，很爱穿阿玛尼西装，然后很帅的那一个，哦，当然了，还有包含我们的这个，呵呵哈嘿，快使用双节棍，好吧，他也有一台了。我，哦，这台车我真的觉得很棒，啊，价格也不便宜了，大概是定价的话大概是3400万台币左右，哦 ，Roadster 再贵一点。哦，因为那是特别版。我要跟各位报告的是啊，你要拥有这样子的车子，在股市当中，你可以投资什么样的标的？要开双 B 之前，这个同样都是 Benz 的车款嘛，跟 F1 合作的。要开这样子的车啊，先赚这样子的股票，双 B 概念股，一个叫做 Biotech 生物科技，一个叫做 BLE。很清楚，看一下生物科技吧。今年以来，不只是1795的美食、910801的精卫，一直到3176的基亚，我想各位你都很有印象，因为该买、该卖，砍到见股，请你在385再度买进，真的大涨了，短短几天的时间，140块的价差。从220到470，470到380，380再到450。各位看一下吧，3176的基亚，当初从54块、56块带领全国会员重压的基亚，云城也是同样的状况，我就不说了。重点是接下来的 BLE， 我认为会是在六月初苹果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上面最亮的亮点，包含了 iOS 6、iOS 7到 iOS 8， 这是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啊。各位如果现在有用比较高端的智慧型手机，包含了高通的 Shadow Dragon， 你知道它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频段吗？
这间公司非常好玩的是，它现在几乎囊括了全球的 BLE 的 SOC 单晶片的整合啊。也就是说，它把以往的非标准的规格弄到现在统一，让不管是各大家的包含了，我这样讲好了，包含了苹果也好，包含了三星也好，包含了 Android 的系统也好，它是整合在 SOC 的单晶片上面。可能很多人不晓得这样子的晶片对未来的市场会有多大的影响力。这是最新的，大概是今年二月底的时候，过完年的时候，公司推出的最新的产品。各位，你再看一下吧。我一直跟各位强调的是，你一定要卖掉股票，你才能够买新的股票嘛。有买有卖，真获利；有卖再买，那叫真功夫啊。对一下时间吧，请你把智冠获利出清了之后，不是说表面打着什么单股重压的旗子，然后买了二三十档股票，不是这样的。我的股票就这么两三档。真的能够帮助各位掌握第一手的资讯，你才有这个机会享受全市场最棒的获利。如果要看到一档股票涨停板再去追的话，各位你可能考虑一下自己操作可能会比较适合了。全国会员，所有会员，全部会员，全体会员，对一下时间，对一下价格。这是一档已经跌了将近两个半月的股票，跌掉将近30%。所以我做事情是这样啊，我不仅把一个很完整的架构跟各位讲，今年我们到底要赚什么股票？智威、游戏股、现在的双 B 概念股，你会有一个很清楚的架构，很棒的逻辑。当然前提是你已经有很好的获利了，不然我现在讲什么可能你自己也会打折扣啊。但是前提是在今年以来，光从二月到现在，你赚了多少的获利了？各位，你光看我的节目，你赚了多少的获利了？所以现在我再一次的邀请各位，要开双 B 啊，先来跟着我们，先赚双 B 吧。Biotech 生物科技怎么赚？现在的 BLE 怎么赚？这就跟我上个礼拜跟各位预告的，我说可以跟你讲的，明天阿杜。可以讲的我就讲，该留给会员的，该让各位在底部买进的，享受波段获利的，我也确实的办到了。我认为这样子是在不管是听众朋友、观众朋友也好，跟老师亲爱的会员之间，我们取一个很棒的平衡点，前提是大家都有赚到钱。获利联发的企划案持续啦，这个不是说费用8888啦，不叫小啦，只是庆祝上个礼拜大盘来到8888嘛。我再讲一次，好吧，不要误会啦，真的。钻石线上实在赚幸福，我是何成堂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黄楚一点，我掌握多元的就业市场讯息。
找到无限的机会。之前找工作没头绪，为了这支24小时免付费电话，就有专人服务。透过线上科研及评量，我更了解自己的能力，以及如何将工作和兴趣做结合。踏入社会需要更多的资讯及准备。善用就业资源，找出人生方向。中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。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致富之门为谁而开？华冠投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。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，金钱不是凭空而降，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。华冠投顾冠领群雄，带领着真诚、专业、精进的团队，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。相信专业，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爸爸工作发生意外受伤，老板又没有提供劳保，没钱付医药费，老板还把我爸爸解雇，我该怎么办？